为了让更多人体验行动支付的便利性，本线结合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以及苗栗县等北台八县市，共同推广路边停车行动支付缴费，让车主跨县市路边停车缴费免烦恼。停车收费是提供多元付费的管道，包括超商、电信业者跟基隆业者等等。那因应这个数位行动时代，也提供电子支付这样子一个付费方式。那其中只要民众有这个下载绑定这个拍付接口、付卡通跟车马吉这四家，那也是刚好我们北台八县市的停车都可以来支付啊。那所以如果下载的话，就可以北台八县市都可以用同样的支付方式嘛。那所以可以提供民众更方便的这个付费管道。县长林智妙除了肯定这一项行动支付的措施，同时希望交通处继续努力，研议出更多便民的政策来加惠县民。透过 APP 就可以缴纳北台八县市的路边停车费，是非常的好的便民措施。请交通处继续努力，研议推出更多的便民政策，让民众呢生活更加的便利。另外，县政府也在路边收费停车场网页提供北台湾八县市共同缴费管道连结，只要进入宜兰县路边停车收费服务网，就可以下载 APP， 随时轻松完成缴费，省时又便利。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